久旱的禾苗逢甘霖，点点记在心，千枝万叶一条根，都是受苦人，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。老人家留个姓名吧。我姓杜。姓杜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儿子杜善被豪绅逼得没处安身，跟着你刚撤其造反，至今没有音信。杜山，您就是杜妈妈？你是雷刚？雷刚，杜山吗？您的好儿子，咱穷人的亲骨肉，他英勇就义了。我们连夜分几路四处查访，终于脱险重新相见了。又是欢喜你，又是心伤。哎，咱们四位军几十个患难弟兄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祈祷人亡啊。大哥，奶奶，就算奶奶，我虐他，他是一颗永不哭求的青松，屹立在杜鹃山。山，那杀人不眨眼的毒蛇胆，他怎么样？他张贴告示，四处敲锣叫嚷，将我爹的人头挂在旗杆顶上。他还说，说什么？谁要再参加自卫军，就叫他全家遭殃，斩尽杀绝，光烧光啊！豪门不入地狱，穷户难进天堂。弟兄们，跟我走。站住！娘，把刀给我。横靠着山崖长，仰群走路看头羊，
得找个带头引路的，再不能瞎碰乱闯了。哎，听说去年九月，共产党穷人秋收暴动，轰动了赣水湘江，火烈山威风扫地，劳苦弟兄挺起胸膛。我连刚找不到共产党，不奈何比得葫芦画得瓢，学着样子往前闯，这才扯旗造了反，杜鹃山上举刀。可谁知闹来闹去，哎，三七三落七星三枪不过十几杆，可不能以卵击石，冒此风险呐！什么险不险？说吧，你说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好！春暖学会了春风一脸杜鹃山，在明晨铁把扛天回地转哪去。
苍天保佑。大雁山鸡，狐狸野羊，金针木耳，蘑菇生姜。准备情况怎样？都已安排妥当。那位共产党员就要押出祠堂，听说是个女的。女的？抢不抢？只要她是共产党，抢。
全部分给乡亲。这是谁的命令？党代表。他们有些黑命，他倒敢做人情。外乡人总归隔一层，读书人没吃过苦，哪能带兵？哼，女的能带兵，咱男爷们还有什么威风？他的命令咱们不听。不听，走，找他讲理。这是什么章程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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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什么？不是绣花针。他喝醉了，把枪下掉。是，你敢？哎，去吧。带下去，醒醒酒。是，走。想不到，看不透，打仗干活，行家里手。风里来，雨里走，中年劳累何所有？只剩得铁打的肩膀，粗壮的手。你也是穷苦出身？哎，吐不尽满腹苦水，一腔怨愁。
队长负伤，需要安静。对付抓来的团丁，赵老张汤扣留的商人霍崇公。温对付，对俘虏应教育释放，对商人要买卖公平，这是党的政策，应该贯彻执行。党代表，要是放过俘虏商人，雷队长会跟你拼命。革命的道理他会想得通，对付你说呢？我什么都不是，说了也没用。温对付，党代表你别在心，因为他当过军官，养成了军阀作风。哦，他是什么出身？原先也是豪门，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和毒蛇胆接下怨恨，打官司把家产荡尽，先投军阀刘二豹，后又找我们和雷刚接了把兄弟，参加了自卫军。哦，全队集合。雷刚同志，他是土豪，为土豪做事，那就该打。打是轻的。同志们，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，把手举起来。怎么？土豪干活也没受财主剥削？我干过，我是石匠，给豪门刻碑造墓；我当短工，给财主舂米推磨；我给土豪，这怎么说呢，什么活都干过。当年盖着祠堂，咱们谁没来过？那是旧世道，不干
没法活呀。我干过，我干过，我干过。大哥，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，难道你忘记受过的苦吗？同志们，难道咱们都是土豪，都要挨革命的鞭？毛委员说过，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所以白军俘虏要宽大处理，一般商人应该争取，好事列强是我们的死敌，而劳苦大众那是革命的主力，可你杀俘虏抓商人，还要毒打推车的故宫，我们的阶级兄弟，你这是革谁的命，扫谁的板，灭谁的威风，长谁的志气。雷刚同志，当仇人，错把
哎，杜妈妈，那毒蛇胆要卷土重来，您可要多加提防啊！你看，这满坡的山茶树，三九严寒，东北落叶，何曾眼下已是早春时光啊！参加了共产党，更不能做睁眼瞎子一毛黑啊！哎，石静老师，快来看看我写的字有没有按错那么点儿。打土豪分田地，再见再见。哎，这打土豪的豪字儿怎么少了一条腿儿啊？这是咱们打土豪叫我老雷打折了。嗯，我看学文化并不十分难，一天认他五个字，十天就是一个排，认他一个月就是一个连，认他半年就是一个团，认他一二年我就能当司令官了。哦，还等我去教呢。哎，老雷，你的枪山全好啊，多亏了大江兄弟深山采药细心照料。今天一早，大江叔又上山采药，弹琴藤下绝壁，挂在半山腰，撕破了衣服，划破了肉，还拿来这点石仙头，不信你瞧啊，青一道紫一道。别说这些了，新兵等你练刀呢。好，走。是，老雷，大家好。老雷，新战士的草鞋你给带去。太好了，学礼送炭，正是急需。慢，抬起脚来。你更急需。不，这些鞋太小，穿不进去。那、no.还有双大的给你。哎，司令官真神气，穿着草鞋没有底。别笑了，上操去。是。雷队长问道，后学习练兵非常努力，自卫军整训来面貌一新，充满朝气。不过十个指头有长短，哪能一般齐，有的人就胡言乱语，一肚子不满意。说些什么？整天里蒸烧西，顿顿南瓜红米，躲进山沟放空枪，叫人真憋气。应该走舟过湖，大吃大喝，那才是称心如意。岂有此理，是谁说的？还能有谁？对付的影子。刚才杜妈妈说他俩一早就在酒馆里。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，楼鼓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。咱们都是共产党员，更应该
提高警惕。报告，我们化妆侦查摸进城里，发现毒蛇胆，抓捕派团扩充兵力，看来快要进犯此地。我看给他来个迎头痛击。敌强我弱，力量悬殊，迎头痛击与我不利。怎么打法？敌进我退。山叫我助他一臂之力，事成之后归还我的风水宝地精卫团，给我做把金交椅。到那时再不受共产党的窝囊气，可想啊，雷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严防奸细。只能把树桩砍，仇报仇，冤报冤，总有这一天。大哥，心字头上一把刀，你就忍了吧。没有他的命令，哪个敢下山？大哥，有些闲话在流传，大哥可曾听见？闲话，弟兄们说，说吧，何必为难？他们说，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，一个女人制住了堂堂七十的男子汉。你说清楚，大哥。广东生在安源，与东
山呢？什么？忘了杜鹃山，过河就丢船。此话不可信，到处有人谈。鳄鱼住山窟口，两眼，你给我滚！大哥，滚滚滚！想不到温某人鞍前马后跟你跑，出生入死为你干，好处没沾边儿，倒落得令人心寒。我滚，我滚，再见，再见。从小喝的家乡水，如今忘了杜鹃山。什么？撤离杜鹃山？对，保存兵力，转移出山，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犯。哦，党代表说军情紧急，必须坚决照办。嗯，队长，队长不好了！怎么？杜少丹抓住了杜妈妈！啊！王三镇口受电摧残！啊！杜妈妈对大哥恩重如山，可不能袖手旁观呐！集合部队，马上下山。敌强我弱，不能往下。我说眉毛，你要果断。上级命令，岂能违反？山峰地
先不杀那毒蛇寒人，我是不会杀。老雷，杜妈妈身遭不幸，我胸中烈火一团，老人家现押何处？绑在镇口大树前。绑在镇口，敌人还敲锣呐喊，骂声连天。他们骂谁？单骂雷队长，他们这个毒蛇胆。单骂雷队长，骂什么？忘恩负义，胆小如鼠，不敢下高山啊！这条毒蛇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，不共戴天。哪里去？下山，正合敌人心愿。怎么讲？为什么敌人把窦妈妈绑在镇口大树前？为什么又敲锣呐喊，骂声连天？敌人在欺负你。他欺我胆小手软。他欺你性情莽撞，思想简单，设的是奸勾钓鱼计，引你上当，一举全歼。是啊，此处去往三关镇，必走要道一线天，那里必有重兵埋伏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，要去无还？他就是张王捕鱼，我也拼他个鱼死网破，打他个稀巴烂。棋错一招，要输全盘。山下千人遇险，岂能坐视不管？首先转移出山，然后设法救援。我主意已定，要考虑再三。你太主观，这是蛮干。不救亲人，我绝不出山。这样就把后果更惨。什么后果更惨？鱼不上钩，钓而犹存；鱼若上钩，二运同尽。下山，窦妈妈尚可有救；你若下山，母子俩就可能同归于尽。到头来，害了你自己，害了四美军，也害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。党代表说得很对，大哥要三思而行。休息会儿吧，冷静，冷静。哎。扬言要活烧死窦妈妈，老人家啪啪啪啪，威急万分。党代表，不好了！怎么？听说窦妈妈要遭火焚，你得让带人冲下山林。我再三劝阻，他就是不听，一直奔向三关镇。队长陆显定情况更严重，火速带兵下山，不能犹豫，不定，赶快下命令，下山救亲人。取战要取黄。杀进白鬼军！弟兄们，好好！弟兄们，雷大哥与我们患难相依，有兄弟之谊，祸福与共是骨肉之亲。如今为救白发人，孤身陷敌阵，我们要是按兵不动，怕你贪生袖手旁观，不闻不问于心何人啊。弟兄们，只要咱们一息尚存，就不能忘恩负义，丧尽良心，用骨气的冲啊。站住，队长下山已经大错铸成，若再盲目行动，势必毁灭全军。下山，你奶奶眼看就要烈火烧身，我们心急如焚，难道你能安稳？我别人可以
管，难道你能忍心？哎，你是谁家的后代？你可是杜鹃山的子孙。奶奶，孙儿我就是救不出您，也愿同您老人家一起化为灰烬。先十指连心呐、啊！下山救应，敌人封锁无法通行，那马上撤离。不救队长，军心浮动，转移任务也难完成。是慢。
行动非同一般，准备工作要细，保守秘密要严。是。
怎样？已经查清，杜妈妈转移祠堂监禁，雷队长果然中计，被擒，现在哪里？传府押往三官镇。三官镇，那下山的路径，除了镇口一线天，无路可行，无路可行。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，怎么山崖险峻，我有铁骨钢筋，狭路丛生，我们斩尽敌军。夜色沉沉，怎能够拔辟敌人？暴雨惊临，高林头引兵行军，好得很。不过听说有道百丈深涧，名叫阴愁涧，两岸如斧劈刀削，涧下有急流分涧，无法通过，怎么办？有办法，魏采药，我到过阴愁涧边，见两岸绝壁呀。青藤高悬，能不能攀藤到对岸？我曾经忧去又回还，对攀藤越界，我一马当先。好，我带领尖刀班趁黑夜绕道下山，飞兵之差三关阵，救军人解脱回来。你派出侦察小组假装从后山转移，调虎离山，大队人马隐蔽山间，党内职务由你承担，切记住，既要躲鸣枪，又要防暗箭。暗箭，成功。
响。为救娘亲，身落陷阱，只你一人下山，还有弟兄数人。可是等待表的命令，我自己的决定。可相的话，你果然不听。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冤仇，他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呐、啊。什么？并无切骨之恨，你哪里晓得？朕岂可记得半月前井冈山派来几个人？一男一女两个人。女的是客相，男的叫赵歆。客相受伤被捕，赵歆不幸牺牲。你可知那赵歆他是客相的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结婚三载的铁心人啊。丈夫如此深仇大恨，却从未吐露半分。他党的主错记在心里，个人仇恨念在肚里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。可你一直任性，不顾大局，明知这是诡计，却要固执到底，连累大家，害了自己。你怎能对得起杜鹃山？父老兄弟。
果招致全军毁灭，我万死。悔恨交加，心似刀绞。是否妥善？里里外外戒备森严，这个囚笼更要保险，每根铁条都已检查几遍，要接受上次教训，再不能放虎归山。团总，既然目的已经实现，何不马上杀头以绝后患？笨蛋，目光短浅，要钓大鱼需放长线，留着抬钓看，可枪毙下山，一根钓鱼竿可钓一大船。好一条毒蛇，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。嘿嘿，好大的气呀！别着急，但等柯香下了山，请您三位一起上西天。情况有变，你快谈。自卫军向边界转移，被我哨兵发现。转移？团总，密线。自卫军今夜转移出山，不好，我的计划要完蛋。怎么办？我马上带人去后山。镇上啊，只留你这个连，小心看管。不过你的大部兵力要把守镇口一线天。这里呢，就留一个班，一个班，只要守住要道一线天，他们插翅也能到祠堂前。祖先保佑，一切如愿。柯香啊，柯香，你就是假转移真劫狱，我也有备无患。走，好。等待久。千万不要下山呐、啊！千万，千万。
走。行进困难，后面敌军已迫近，情况危险。老雷，你领大家攀藤越涧，火速回山。你我带几人直奔平险，掩护你们安全过界。不，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。战友们盼你归往演玉川。我雷刚莽撞冒险，造成如此局面，断后任务应由我承担。单单饥寒交困，不宜再战。敌众我寡，枪少力单，形势危险，我心不安。你来看，这丛林是屏障，碎石是枪弹，峡谷是豪气。山下枪声时缓时急，莫非柯香下山劫狱？情报已经送去，枪声是柯香劫狱。
哎，可能我已露了马脚，中了奸计。快抽毒蛇胆去！不能去，咱们错送了情报，毒蛇胆肯定有怀疑。让他们，此路不通，我另有主意。好。二豹，刘二豹，什么妙计？我以转移为名，把部队带进他的防地。嗯，快去！是。哎，你到那个山头再去探探虚实。是。哎，老李，时间已过，还不转移？哎，你着的什么急？放了吧！枪声已经说明了问题。可将孤军深入，势必一败涂地。我身为队副，不能不出来收拾残局。大家听着，队长下山毫无消息，党代表已陷虎口，危在旦夕，上级指示不能违抗，马上出发向边界转移。不从之慢，不要听他胡言乱语。党代表有任务暂离此地，嘱咐我们坚持不动，他不回来绝不转移。党代表回不来了，你们不要顽固到底，满口谎话毫无根据。我是现任队副，有权指挥全军，军队归党领导调动，岂能有你？千钧一发时，谁敢无战机？纵然天塌下，我们顶得起，稳起脚。掩护我们正在阻击敌人，现在枪声已停，实在叫人担心。大哥，大哥，白天贸然下山，小弟也有责任，都怪我救人心切，太重感情，促使你造成大错，我非常沉痛。千错万错，不该违抗命令，上级指示必须坚决执行，赶快转移吧，时间不等人呐。党代表没回来，不能轻举妄动。船到弯处须转舵，谎话难骗众弟兄。大哥，天一亮想走也不成，到那时落得个全军覆没，你后悔莫及，罪名不轻，你对不起杜妈妈，你对不起众乡亲，你对不起九泉下烈士英魂，你辜负了党代表。
可回来了，大家非常惦记你。温对夫，你也很着急呀。对，眼看月落星稀，应当赶快转移。哎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你说说从哪里突围比较有利？从后山。敌军封锁很严密，那只能绕道迂回。好，穿过你外包的防备。对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我也这么考虑。刘二豹和毒蛇胆一向不和，与咱们并非仇敌，凭我和他的老关系，求他让路了无问题。温对付想得很周密，你真是费尽了心机。为了革命，理当尽心竭力。哼，你到底为谁尽心？你究竟为谁竭力？为什么陆家无情？什么居心？什么用意？陆家，你出卖革命，叛变投敌，血口喷人，胡乱猜疑，铁证如山，有凭有据，带上来。好一个温七九，你比豺狼还狠。告诉你，刚才我一出山口就被党代表抓住审问，你的信已交给了党代表，你的事我也全部招认。温七九和敌人暗中勾结，他们早就来吧。平凡毒蛇胆张罗不忙引咱下山，他里应外合，推不住难，如今又想趁我危机把部队骗进刘二豹的包围圈，胁迫战士为土匪作弊分赃当本钱。温七九，我置革命于死地，退全军下山冤，卖灵魂以投敌，他陷阱而求官，这就是你给刘二豹的千里信，一字一句罪证办办。江，大江呢？大江呢？烈士的鲜血洒落在杜鹃山岗。怒火烧。
过天晴，云雾已散，你擦亮了我的双眼，从今后我跟党走，南北转战，做一个胸怀宽广、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。永远的共产党，永远跟着毛主席。报告。上级派人送来急件。部队已经靠近，命令我们向狮子口迂回行进，敌人一定跟踪追击，正好把他一网打尽。好，还有一个惊人喜讯。什么喜讯？战斗结束后，咱们部队编入工农革命军。好啊，就盼这一天了。是啊，命令部队马上给我撤退。